那这一题哈，这一题镁跟氧化铜会发生反应，镁的活性比较大，它会把铜的氧气给抢走。那这个过程叫做氧化，这个过程叫做还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氧化会行氧化的叫做还原剂，会行还原的叫做氧化剂，这是考试必考，对同学一定要把它记清楚。那这样这一题就可以快速得分。